咱即摆换一个口味吼，有一个少年仔吼 ，Timus 五吼，要来跟用小提琴吼演奏真感人的音乐。啊，然后咱来个几位的少年，然后呢，可能会稍微较拖啦，吼，毋是一讲才才四点十分吼，咱大概是四点半以前吼，准时大概结束吼。啊，但是我相信大家听了真心情吼，因为。他喜欢冬天，你还告诉我讲起来，是吧？来来来，掌声欢迎，听不听？